六月在北京领证结婚，小两口终于要在11月28日在台北举办婚宴啦。而高圆圆昨天11月25日已悄悄抵达台湾为婚礼做准备。据了解，婚礼当天会席开45桌，光酒席就砸了30万人民币。而就在婚礼结束的隔天，小两口要飞回内地工作，一刻都不得闲。而婚礼将由台湾主持天王吴宗宪主持，导演陈凯歌担任证婚人，赵薇、黄渤、阮经天、吴中天等演员都会到场，但古天乐和吴彦祖却无法现身，伴郎和伴娘都没有明星，修杰楷、周杰伦等好友兼任招待。而修杰楷和贾静雯分别是新人最好的朋友，再加上又正在热恋中，想必到时又会是幼园婚宴的另一个焦点。优酷全娱乐，期待期待，台北报道。